大家好，我是子君牧师，现在是早上7点多，快8点，我们就起来，没有，我们就再赖床一下。早上，起来刷牙洗脸。今天要拍摄一日牧师，所以呢，就是要来看我们一天的生活。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参与我的一整天，知道我在做的工作，然后让你们更了解一整天我们都在做什么。好，我们出发。走到教会了，也是我们的教会。不知道。好。这是我们的文景哥，嗨，早。文景哥一大早就笑眯眯的迎接我们。早。进办公室呢，我会先倒水，我一大早会喝很多的水，然后我就会开敬拜的音乐，然后就准备我的灵修读经的时间。现在我们要去全职同工的早祷，全职同工早上呢，我们都会有一起祷告的时间。其实从我爸爸妈妈牧会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开始有早祷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凝聚啊，一起分享，然后是属灵全员最好的开始。早祷完呢，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处理公务。财务部的同工呢，定期都会来，需要我签合一些单据、盖章，让他们可以请款。所以，这是我要做的事情。而且每次到办公室哦，都会看到我太太的画，赏心悦目。我太太是个艺术家，来着，结婚15年才发现这件事。要不要访一下我太太？哎，老婆，这就是我们的艺术家。我还很多幅没挂上去。师母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外面。监控？不是吧？是无时无刻就无时无刻就可以看到彼此。好浪漫哦。对啊。可你也常不在。刚刚做完我们的例行的工作，今天中午呢，我们要去跟 Revival 的牧者呢一起吃饭团契，并且要讨论明年的事工，所以呢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出发了。其实我很喜欢跟这些牧者一起聚集，对我来讲啊，做朋友比一起讨论事工有意义的多。我很希望跟我的这些好朋友可以一起吃饭啊，那这样我们一起做一些服事的时候，才不会觉得好像为了事工连结。所以今天中午就是我们一起吃饭的中午。今天是吃什么？寿喜烧。哦，寿喜烧。老板的肉。今天真的很高兴跟我的兄弟们一起吃饭，而且今天是吃到饱，是为了学新歌选的。一定要吃到饱，不要吃太饱。好，拜托那种，哎，打招呼一下。我的好朋友。嗨。耶。刚刚我们跟这些牧者团契啊，非常非常开心，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光，因为可以跟这些好朋友一起吃饭，一起为上帝的国度一起讨论接下来我们的事工。接下来我要去的一个行程呢，就是这个每个礼拜我都会去带的一个小组。这个小组平均年龄
大概有70岁。那因为呢，他们都是以前是我爸爸在带的小组，所以呢，当我爸爸退休之后呢，我就把他们承接下来。所以每个礼拜我都跟这些爷爷奶奶嘛，或者是阿姨们在一起，那觉得很开心。这个小组非常非常的奇妙，他们都看我长大的，但是又很单纯，又很渴慕神。因为啊，这些都是老妈妈，所以呢，我都会带一些小饼干给他们吃。他们如果吃到点心啊，他们就会很开心。子君牧师所传扬的圣经的道理非常简单而且明了，让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接受的。都有成长，很好的帮助我们的，真的。感谢神的恩典，但是告诉他，让他能够接续他爸爸担任主任牧师，兴旺的福音。感谢神，荣耀归神。每次来这里就会觉得很感谢主，我们有这群年长者这么爱上帝，他们生命是有故事的，他们一生服侍主，相信神，直到年老的时候仍然要，好像诗篇说的，满了枝浆而且常发青，我心中是非常感动。我们接下来要有另外一对夫妇要跟我谈话，所以我们要赶回教会了，所以加油。子君哥，我们到了。子君哥刚刚访谈结束完，还没有。我不是访谈吗？我真的超累的。我都被骂日常。你们两个不懂事啊！陈旭，陈旭，谁准你长那么漂亮的？你怎么在笑？你为什么在小微笑？跪下！村子，渣！这样才真的。他们平常都没有这样，好不好？只有在摄影机前。不是啊，我们都要这样子。我刚刚才很乱而已，刚刚弄成这样。对啊，我就是常常保持。主任，他做事就是乱成这样。哎，我妈呀，乱成这样。啊，那超累的，那超累的。今晚上有招待青年的招待，他们的团契，所以我想去给他们鼓励一下，跟他们一起团契。Go。带都是一群疯子，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的招待说？其实我每次就想到我们的聚会有你们这群招待，我就觉得他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，尤其是那些别的教会来参访我们的时候，他们就跟我们一直赞不绝口，就是你们，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门面嘛。他们夸奖你们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与有荣焉，觉得就对了。其实啊，教会里面有这群招待真的很宝贵，因为他们每次都是最早来帮大家排椅子，而且结束后他们还要收拾场地，所以今天很高兴跟他们一起聚集，非常以他们为荣。每个礼拜五呢晚上金牌团都要练团，所以呢我还有一个工作，就是要去看他们练团，跟他们确认明天的诗歌还有周末讲到的这些回应。You won me over, yeah, you stole in my heart. Your hand of mercy pulled me out of the dark. Alive forever, I am held in your arms. You won me over, yeah, you stole in my heart. Singing hallelujah.累了一天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现在已经要10点了，这是我们一整天的行程。然后收拾我的电脑，现在要回家了。
现在已经回到家了，而且看到我这两个可爱的小子，然后呢，一个叫傻子啊，一个叫傻子，叫这个人傻子，那他叫什么？我叫聪明。村民，假的，我是笨蛋，我是傻瓜。没有啊，回到家看到他们，我的心就很开心了。结束今天一整天疲惫的行程，你们讲讲你们看到爸爸的心情？开心。哎，表情好像没有很开心的感觉。你在看哪里啊？你看到爸爸的心情？打 Switch。打 Switch， 打 Switch， 想打 Switch， 对，我不能打 Switch， 一个礼拜，为什么？被惩罚。我哦，好，反正终于回到家了，我等一下洗澡睡觉了。数到三一起说，只是俊了点，拜拜，不要脚，不要脚，我弄脚，拜拜，没有，一二三，只是俊了点。拜拜。